小朋友再来带领下，跟着参与浴佛仪式。纽约时代广场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排队等待，准备体验。而浴佛池前的民众双手合十，虔诚的跪拜，静心祈福。人群中还有纽约佛光青年与小童军背着浴佛池到处游走，引领大众参与仪式。浴佛法会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主法，带领大众唱诵三宝颂，表达对佛、法、僧三宝的礼赞，并虔诚恭读星云大师为世界和平祈愿文，祈愿世界和平，人民安乐。时代广场的巨型广告看板上滚动着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的标语，在喧闹的都市中，清净庄严的浴佛池仿佛人间净土，现场民众都为之深深吸引，欢喜浴佛。人间卫视美国纽约综合报道。